啊，十博成功灰马亦都搞掂埋，系等埋大爱当轰动大事。呢只系李慕华嘅坐骑啦。好啦，头场赛事四岁以上嘅一节马泥地赛事千百米。一开闸嘅时候啊，比较慢啲咧，就系嗰只本位占先啊。前面最快弹出嚟咧，六本威醒啊，中间咧亦都唔慢，就见到只六号马啦，幸会秀雅大爱当咧，轰动大事啊。内栏第四位嘅标志领域嚟嘅，后一格嘅马啦，金硬币佢唔系话自己走喎，暂时喺第四五位度啫，趴住就炎炎六月嚟嘅。喺晒后边一对咧，就见到啲灰马飞桥到天啊，十博成功暂时垫后咧，佢就系本位占先嚟噶。啱啱过咗第一次终点，转紧第一个弯嘅阶段啊吓，咁啊前边啦，咁啊带紧头咧，咪见到出边位置马。慢慢嚟，有啲轰动大事都跟得几前嘅，中间就幸会秀雅啦，带头就律本威醒嚟嘅，三只马快少少。内栏守住第四位就标志领域啊吓，后一格嘅马咧都系揿住嘅，做只金硬币咧就守住喺个第五位度嘅啫。内栏方面啊，见到只飞桥到天咧就拍住咧就后一格嗰只啦，咁啊就系嗰只炎炎六月啦，黑色衫咁啊粉红帽飞速子弹喺晒后边啦，一对先系见到只灰马十博成功，殿后嗰匹咧就本位占先嚟嘅，距离前领马大概八个米位开外啦。前面大跟头三只马好接近，律本威醒啊带头嚟嘅，守住第二位幸会秀雅啦，出边第三位就轰动大事，内栏第四位标志领域嚟嘅，后一格嘅马位啦，先见到个金硬币啦，内栏方面啊飞桥到天啊，出边啊就炎炎六月，暂时尾三上紧嚟十博成功啊，喺晒后边飞速子弹，兼且咧就只本位占先，入到嚟弯位阶段啦，前面大跟头啦，绿本威醒啊大跟头啊，幸会秀雅守住第二啦，出边上紧嚟就呢都系轰动大事嚟嘅，内栏守住第四位咧就黄山白帽啦，标志领域啊，外边上紧嚟金硬币啦，最出边啊上嚟就本位占先啦，中间位置系飞桥到天，入到嚟最后直路阶段，幸会秀雅暂时占先。但系呢个标志领域嘅上紧嚟，出边轰动大事，律本威醒就唔多嘅，大爱当嚟紧，今次冲得劲，本位占先，最后百零米，前边占先啊，见到幸会秀雅标志领域，大爱当一对上紧嚟，就系本位占先斗住炎炎六月啦，本位占先斗住炎炎六月，海妹出头咧，叮当麦头应上，炎炎六月本位占先第三名咧，律你嗰只就系标志领域嚟嘅，欧维出唔到头，本位占先终点前啦，炎炎六月上翻嚟嘅。哦，佢又夠膽喎，單丁留下。係啊，今日轉咗跑法啦，不過以為得啊，咁啊，終點前一步又好似喺個勢就以為係佢嘅，但係裏邊嗰只過極都過佢唔到啊！真係始終都係炎炎六月啦。哇，留到包尾去追喎，今次本位佔先五八。好啦，咁啊，結果咧，五號嘅炎炎六月啦，護旗歸泰贏咗呢項四歲以上一節馬賽嘅，我哋睇重播。入到嚟嗰兩步就冇辦法騎到上去嘅。我都明顯睇到都縮嗰步啦，冇辦法啦。你可能啲地有啲影響啊。誒，岌上岌落呢度，不過裏邊就再勁少少啊，沖繩。好啦，呢兩步已經俾人壓翻住啦，兩步。所以點解成日都二位難贏就咁解啦？暫定賽果啊，五號、八號、一號、六號。咁已經變招噶啦，留到喺最尾組段啊！哇！佢真係大膽啊，單丁包尾喎，係有啲脱節添嘅喎，佢真係大膽啊，真係一六啦，只七號又上翻啲啦，終點前都係唔勁。呢啲可能係受啲地影響都唔定嘅，呢啲即係冇跑出佢水準嘅。四號啊，反而啲一有啲驚喜啊！你標誌領域最近跑得好曳嘅啫喎。第三名一号嘅标志领域位置派$96，第四名六号嘅幸会秀雅，连夜五打八派$160.5，二重彩五号八号顺序派$437，三重彩五号八号一路顺序派$13,783，单 T 系派$2,464，位置 Q 五打八$42，一打五$331，一打八$360.5。四連環啦，一號、五號、六號、八號啊，派$4,176。四重彩，五號、八號、一號、六號順序派$68,095。咁啊，賽事啊，完成時間1分52秒7啊。頭馬贏二馬就馬頸位，二馬贏三馬就三個馬位。